美国被采草莓已经落伍了，因为新的高价草莓园可以让你站着摘。 而且啊，这家草莓不但拥有生产履历，甚至还获得了全国第一张国际级的 ISO 食品安全认证，绝对让你踩得开心，吃得安心哦。想要轻轻松松采草莓吗？那就绝对不能错过现在最夯的高价草莓园，悠闲散步找草莓采草莓，让您不用蹲个半天腰酸背痛回家找阿盖。采草莓就是这么简单惬意。 也不会说要趴在那里，然后要踮脚干嘛，感觉高度刚刚好。因为有的地方都是要用蹲的，然后这边大部分都用站的，站的比较轻松啊。不太一样，感觉比较好踩。除了能够轻松踩，长在半空中的草莓更是粒粒鲜红又饱满，一颗颗让人垂涎欲滴的艳丽草莓，如红宝石般闪耀着耀眼光芒，让来到这里的大人小孩统统爱不释手。 特别是小朋友，他们喜欢那些奇形怪状的，然后就很好玩，很大颗，感觉很好吃。他长得很红很漂亮。率先引进高价草莓栽种技术的就是他，果园主人范秀龙，自掏腰包前往日本取经，带回高价栽种的技术。除了工作方便，不易造成职业病，更能减少病虫害，大幅降低农药肥料的比例。无农药残留的好草莓，不但取得吉原浦的标章。 还有生产履历供大众检验，更难得的是，这里的草莓还荣获认证，有世界级的食品安全标准做担保，游客当然能够采得开心，吃得安心。想要知道大湖草莓季还有哪些好吃、好玩又独具特色的游玩地点吗？